各位晚上好，那么呢，在去年9月的时候，我呢就病倒了，足足病了15天，发高烧39度，首5天，你想那个人发高烧的时候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之前我有些去看医生哦，见了一个医生，印度医生、马来医生、华人医生，什么医生都看过了，不知道我肚子里面有长水莲，那个时候。 朋友就介绍了，你病到这样，不然你去看中医吧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中医的哦，那么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去看哦，看个中医。去到中医把那脉看看，也没有跟我讲是我长水瘤哦，给我了一些草药回来，很难吃的，很苦。 OK， 我回来的是烧吃，吃了糟糕，我的月经来啊，好像水猴这样，这我就吓了一跳，哎，怎么会这样的问题的？ 而且他的月经啊是水红色的，所以说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很怕。那么没有办法了，我就只好去医院了。去到医院的时候，那个医生就帮我解毒了，我是中了蚊症啊，也是解不出，给我什么止痛药啊、抗生素啊，苦到要命的抗生素。我回来，我看到抗生素不要吃，我丢掉。那么。 到最后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医生，那个医生跟我说，他用 scanning 那个妇科，他很有经验的，他帮我按，然后他帮我看，他讲，安迪，你呀、啊，肚子里面啊有阴影，是水流来的，然后他又用那个 scanning 哦，量出来， 6个cm 大，旁边还有一粒，一粒是6个cm，但是好像一粒存这么大在那个子宫里面啊，然后还有一粒是像鸡蛋那么小，两粒在里面。 OK， 那么我问那个医生，如果让我长这东西，我怎么办呢？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掉。你想看一个好好的个子宫，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一个子宫的，对吗？子宫给切掉了怎么办？又吃什么荷尔蒙药啊？荷尔蒙药给致癌的。我妹妹就说，不然我们去中央医院看哦，去到中医院，哇，我去到那边看，真的是很先进，全部都是电脑化的。那么给他整，他就说。 你这个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帮你，只有切掉这个子宫。但我没有个选择啊，对吗？就听医生的话咯。OK 吧，好吧，要切就切吧，给你切。那么也是要收费的，600块。好，那么不要紧，医院政府医院是这样的，你去到那边没有马上帮你做的，他要怎样？你排期，那么就给我排期咯。 然后我就排，OK，排到11月多，那个时候啊，因为要排期，还有这么久的时间，我就倒回屋学，我在家里来，我的朋友马上带食材来找我，一找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这么多，首先我就哎呀，还不是保健品一样的，我吃很多的啦，吃到今天为止还是长水瘤，是啊，所以说不要紧，吃材料你试试咯，就开始吃，我一直吃，讲吃，他跟我讲3粒3粒，吃给我天就吃，那么我就哎呀。 不要紧啊，吃吃看哦。就我是吃咯，吃了第2天的时候，早上的时候，我忘记了我长水瘤，因为我刚吃了SME嘛。我的肚子旁边呢，我就种了一棵芒果树，哇，长得很多芒果，有一粒芒果呢，刚好熟了，差不多是这么高，我要跳一点我才可以踩得到我，我就跳上去踩哦，踩了那粒芒果，结果我走进屋子，哎，怎么我可以踩这个芒果？哎，我可以跳哦。 我就马上拨电话给志才，我想，哎，志才，你这个什么东西来的？这我吃了，我还可以跳，没有痛了哦。志才讲，好啊，今晚上我带你去公司，我们去听见证会，马来见证会。听了那个见证会之后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 SME 是什么东西来的。可以吃多多的，我一回来呢，我加量吃，加量吃加15，加我一直吃，吃到第6天的时候，我又来月经。 才15天之，还没有来个礼拜之前，我来月经，现在就来月经，怎么搞哦？可是这次来到月经，又腥又臭又黑，哦，来到这样的月经，那么不要紧，只是2天的时间就没有了，那无所谓咯，我就又加量吃，我就没有管它，吃到差不多是我用了11天的时候，我吃了差不多整8盒，那时候我就爆了一个月经，因为我那次开刀日期在11月11号嘛，我9号就要进医院的。 当我进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，就住在医院的时候呢，第2天早上，医生就来帮我诊。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就很惊慌了，我讲，哎，什么事啊，医生？又不要跟我说，在那边，然后就打电话了，又通知东东。我讲后来，他讲你回去你病床那边，我就回去我那么等咯。等下又有3个医生，大医生来专门又来访问我，哎，安迪，
他就说你那些叫我们照的，我们就 scanning 的，看不到有什么瘤，什么都没有，干干净净里面。后来他说啊，不要紧的，等下我们要派啊一个最高层、最专业的医生来帮你 check， 如果再没有瘤的话，你不用摘的，你不用，你就可以回咯。大约差不多是4点到5点的时候，他就送我进手术室，第二个医生在那里。 到了就彻底的检查，总而言之那种检查，我真的是很彻底彻底那种检查，检查到没有一个他心甘情愿，他就把我放走了，真的是很幸运我讲，我不用开刀了。我回到这边的时候，现在我还是照样还是在吃SMD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毒素可能他会到了来找我，啊，所以在座的各位每一位女士们啊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们自己的身体了，啊。 不是说你保健的，你要保健的对。如果保健不对的话，那个水是找上你的，啊，尤其是更年轻以后的女性，啊，谢谢。